你谁要吗？不要再叫我鱼圆了。如果我把它当成吃香酱，我就会吃，所以我把它打成是臭。这样就不要吃了，我吃鸡蛋豆腐就好了，或者汤饭。看到了，马来西亚的小孩子啊，多可爱呀！他们呢，在慈济的大爱幼儿园，老师教导他们呐，总是为了如何呢，能疼惜物命，那么提倡108餐的茹素。孩子们呢，听进去了，为了疼惜动物，让他们很单纯的心地，他接受了，回去都很坚持。像这位孩子呢，他是无肉不吃的人，那菜都拢不吃，可是呢，老师这样的教导的。回去呢，他就很励志改变，总是也会呢影响他的父母，绝对呢严格拒绝，再怎么样的诱惑他，他就是拒绝，不肯接受，一定就是坚守素食。就吃个素还怎么地？就吃个素嘛。因为你杀那些小动物，然后你又吃，他们很可怜。我看到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一年多以来啊，他很少生病。以前的时候经常伤风感冒啊、咳嗽啊，然后发烧啊，去看医生几乎是2个月、3个月一次这样子。你要讲一句话给漏掉。小孩子学习能力呀。学习的能力比较好，看这都是呢孩子的成长，你怎么教他对的事他做就对了。亲像阿内吉那的马来西亚真的很多，台湾呢应该也不少啦。不过真的我们去用心去体会哈，他们可以很受教，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啦。在葡萄牙已经呢立法了，在公共场所，不管是学校、医院、公共场所，总是呢要有素食。德国呢，它也是宣布不打了所有官方的活动，禁止肉食，英国呢也有素食风潮呢，这个一支呢专属的球队，他们就是全队人一定严格执行茹素，他们都是选手，他们的体力呢都很好，所以我没有借口说。无食动物营养无够，体力无够，这没有借口的余地，这真正的只是人类只是口欲而已啦，不是呢身体所需要，真正的身体所需要是自然的饮食。kita jadi nggak gampang capek kan? ini saya sekarang aja kayak masih semangat gitu loh.Nggak mudah lelah, penyakit-penyakit jadi kayak berkurang. Dulu kan saya suka sakit kan, batuk lah, pilek lah, apalah, demam. Kok sekarang jadi jarang gitu loh, bahkan selama setahun ini hampir nggak ada gitu. 这种的自然的五谷杂粮可以呢供应给人类身体健康，所以我们的观念一改了，没有做不到的哦，也看到了，南投的做久了，
已经过江吼禁毒，就是无杀生啦，啊，大家人拢素食。啊，今仔日呢已经五江到啊吼，哈，那会当阁继续落去吼，那天天都是如数吼，乞丐素食，啊，唔知要偌好。那是最辛困啊，很诚恳的、虔诚的祈求天下平安无灾难。真正是爱登基，不是吼、哦，归刚的来对啦。各位菩萨能做的事啊，只是心念一转，对天地之间呐、啊，大乾坤有利益。可以，让空气清净，可以保护大地，可以健康自己的身体，那这个减少杀生，这种利益多多，何乐而不为啊？慈济人用尽办法，总是去研究很多秘密实相，这么多的所。行吼，还唔是呢？这么艰难呐、啊，只是呢人的心意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很反省吼。总是呢看到了爱心培养起来了，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也看到了菲律宾了，义诊团队呢也走进了。建议去做义诊，不只是哈牙科，同时也给予呢配眼镜哈，那都是给予他们的所需求。那ano namin pagka mayroong kagaya ng mga nagbibigay ng magandang loob, yan kagaya ng mga chuchi, mga service provider, yan lumuluwag ang aming pakiramdam sa kamasaya. Dati tinitiis lang po namin kasi wala naman po talaga nagbubuntang ngipin po rito. Kaya malaking bagay po sa amin na nakapasyalan nyo kami rito para mabuntang po ng ngipin. Hindi sila halos makapaniwala na muling babalik dito yung Chuchi Foundation eh. Dahil sa linkage nga na po ng inyong Abang Lingkod total sa sinabi ni Sister Carmen. Hindi lang pala sa dental ang kakayahan. Sabi ko nga sa kanila, tingnan natin, let's invite them. Zay, kamgang li yun, zan de so jing ah.心碎也是不足以哈，连病痛呢都是隔了铁墙。慈济人呢，不只是干那去改地病啦，拔除苦难，同时呢还要打开他们的心门，连爱的能量都带进去，还是呢竹筒碎叶啊，莫忘竹筒碎叶。他们连竹筒都带进去，跟大家说，这种慈济从几十年来就是这样的点滴的爱心累积起来，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受行人呐、啊，感受到了，这就是人人可做。过去的一念之差，造成了。失去了自由的环境，现在呢，他们可以重新再来，点点滴滴的善的行为，点滴开始要累积，打从内心的开始。是啊，我们只要有机会接触到，就可以呢，有机会去。度化人间，佛法听了以后呢，就要身体力行，法才是在我们的心里起了转变作用，正确的方向，专心心地，就像药一样，你跟我说这样的药很好，我真的很痛苦，这一副药。吃了我就会减轻或者是解除我的病苦，就是要有这样啊，有人看病
但是开的药啊一定爱吃。这呢，都同样的道理，求佛法总是呢要服用这个妙法。那服用妙法呢，总是发挥让你心态凉凉出去，这才真正的有感受到啦。这是同样的道理哦。啊，感恩有这么多的这世间很多的法，可以累积来让我们知道，这转烦恼为菩提，这就是菩萨的道场哦。